你们南京路的，是你们南京路的。我说你们封路的文件有没有？我给你导航过来的。我们今天从白哈巴村到和睦去，走219国道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现在被喀纳斯景区给把国道给拦住了，说不让走这条路，让我们原路返回，从别的路再到和睦。我给你导航过来走国道。打电话问，我问了，路你们把路挡的什么意思？你们把路把国道拦的什么意思？冬季旅游的时候，就是10月16号以后到4月30号可以开车过来的。夏季旅游的时候，游客的安全问题，车辆多，而且游客量也大。5月1号到10月16号就不允许的。更多视频请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。